这个问题九哈，问题九部分基本上就是这样的，就是说，当你有一个问，假设你今天这个资料，那这资料我想各位还熟悉，就是说这个跟问题七那个一样的，就是说它有业务、产品、产业别、产品，那当然数量部分，当然你给个 range， 或者是单价也可以给个 range 啦哈，然后月份呢、啊，当然都可以设一个 range， 或者客户等等的，但是我们这其他比较麻烦，我们先。按照业务、产品、产业别等等的建立一个需求的一个清单，比如说我今天需要怎么样呢？需要让它按照业务来排，好、业务，那你就按一个业务，按确定之后的话，那底下现在是按照产品别去做那个分类，好，那我这里怎样按一个确定，确定之后它会怎样？先把所有的，先把什么呢？可能太快了，它会先把旧的工作表先删掉。删完之后的话呢，再按照什么业务去做一个排列，也就是说呢，哈，会先知道几件事情。第一个就是说，要知道业务到底有几个人，所以呢，第一个就是怎么样呢？因为你会发现哦，这个业务，我要先把它移除，可以用那个这个里面有个功能叫移除重复，取得什么呢？取得现在总共有几个业务人员，啊、第二个的话呢，就按照什么呢？按照他们的名称分别去建什么？建工作表，并且把查到的结果怎样分别放到工作表里面，一个月帮我排列，好、哦，那大概类似像这样子。然后再来就是说产品别产业别好了，比如产业别有这么多产业别，对不对？那我不知道，所以第一个的话要先怎么样？也是移除重复，知道现在有几个产业别，好、哦，我按确定，确定之后的话一样要先把旧的先删掉，第一步。第二步的话呢，哈、哦，所以你们就要去思考。如何把旧的先删掉？前面有讲过，有没有？如何删掉这个工作表？前面有讲到。那我们要删的是除了第一个之外以后的，所以其实哈，你就可以去思考。前面有讲过，就又跑一个什么？跑一个回圈。那回圈呢？你可以想什么 ？For next， 对不对 ？For I 等于多少 ？For I 等于第一个不要删，第二个到。什么呢 ？should.com 有没有？也就是说，我第一个不要删嘛，所以 for i 等于不要一嘛，一不能删呐、啊，二以后要删的。for i 等于二到 should.com 就是总共有几个这个工作表，对哈？然后怎么样呢？就是 should.delete， should.i.delete， 哎，不就全部删掉？但是它会跳出讯息，对不对？所以呢 ，application。哎，有没有点 display alone 等于先 false 再变 true， 应该有印象吧？好、哦，如果没有印象，表示你回去应该没有复习啦。好、哦，回去的话再复习一下。所以呢，第一步就是先把它删除，对不对？那第二步的话做什么呢？第二步就是把原来的这个工作表里面针对假设产品别，对不对？